接线丝。平安夜。Hello。单身狗，可是有一个即将不要单身的，每个人还在等着。今天很开心，因为有人在我。这位快要脱离单身的朋友，三个单身狗，我跟你说，三个单身狗，不要虐狗啊！我讲，不要虐狗啊！不要放闪啊！我怕我的眼睛会瞎。站的地方，哎呀，那个人好像走光了。你又懂那个人是女的？哎呀，很热啊，很热啊。想要去哪里啊嘛？这个 background。要吃晚餐？来，这一锅是什么汤？我也不知道。他在吃什么？他要敲了，没敲。好吃吗？